月亮河正确，调酒师正确，双男飞轮正确，尽管开心追我正确， Music 正确。好，那么这一把的话直接就可以六穿了啊。我们的话这个点位啊，再配上这一些细节操作啊，舞台机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。这一把的话给大家看一下调酒师怎么去六这个灭隙啊，这个点位的话还是蛮适合调酒师的。没跳着还行啊，八爷，再跳一下，他不跳，跳完再走一下。嗯，蓝色书，用彩板呀？怎么彩板啊？射不着，想打震慑啊！哎，哟，不得了了，这跳过来了啊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另外，有小可爱想跟主编厉害的话，也可以看下方课程，里面有全人类的一个细致教学哦。以及不吧，不干嘛直接走了啊？这是去杀虎牙诺西真底菜吗？没棍子，93，我不想救人了。你是不是要秒倒了？我想请问一下你，他说没有一道闪呢、啊。确实啊，那我们直接点重点门球了。他没有一刀斩，所以他不想死杀。他死杀的话，压一波够了。但是也一样吧，这古董商主要暴君交菜多了。嗯，在跳什么？我靠！我们直接走了，直接往前面走。我来打团呢、啊。直接往前面走，他怎么杀我呢？没办法呢。这时候赶紧拉直线。哎，过去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很牛掰呀、啊！你很牛掰。被他还是死了哥，需要帮助，别走，神经病啊，你神经病啊，杀这个虎牙诺西真地菜，我去，为什么杀我，服了哥。